仲係都係咁樣。做菜嘅話，我揀肥媽；如果做人世嘅話，我揀 A N。你知道我，你知我支棍幾勁啊？係。哇！Well， 我覺得食咗。你揀肥媽定係 A N 啊？做菜嘅話，我揀肥媽；如果做人世嘅話，我揀 A N。哇！有人問 F Y Y 定 Joey？點解？點解？我係啊，我中意斑點狗。Y Y 定 Joey？ Joey。哦。點解？哦。咁因為頭先阿 Rosita 揀咗 F Y Y。好。油油定波波？唔使油啦，係咪啊？點解？點解冇啊？波波啊？點解啊？波波矮啊。F Y Y。Leonard 定六號？六號。點解？因為三係個好前輩。一。點解啊？好前輩啦！佢攞棍啦，而家你知道我，你知道我支棍幾勁啊？係哇！Well， 我覺得食咗唔係啊。Anna 二揀一，盈盈定欣欣？盈盈定欣欣？盈盈諗喎你，點解點解？咁係我哋嘅主持拍檔嚟噶嘛？係欣欣係我一日我個一日情侶嘅拍檔嚟噶嘛？係兩樣兩件事嚟嘅係，所以大家快啲投票，希望我同佢去一日拍拖啦，係要係。哇！阿邊爐定韓燒啊？哇！冇難邊爐，點解？唔需要問點解，唔需要問點解。喂，想同馮盈盈一齊唱歌定係一齊 rap？ 好想兩個人都一齊做喎！我想同佢一齊唱歌跳舞，一齊 rap 得唔得啊？一齊唱歌啦！點解嘅？因為佢唱歌好聽。油油定係 Anson？Anson， 真嘅 ，Anson，Anson， 大家距離近啲。油油定盈盈？油油。我咬唇咩？點解？哇！啊，咬唇唔好啊！你又中毒嘅。油油我揀咗。點解啊？因為而家答唔到，食酸糖。哦。食酸糖。油油，油油，油油，你喂佢，油油，你喂佢。係，我唔記得咗有條嘢。你記得咗自己有條絲。係啊，我唔記得我條嘢喂。係。你要食兩粒添啊！話你聽。係啊。甜嘅喎。係咩？冇理由嘅，好甜。梗係甜啦。Selena 定係 Lisa？哇！哇，好難啊！三、二、一，食酸糖，食酸糖，食完啦！喂，有人問盈盈想唱歌定演戲喎？想唱歌。冇啦，真係冇啊，冇啦，係。阿浩尼。得得得，得夠夠夠夠夠，好，好。Fair or ugly？Ugly， 要嚟我聽個 friend， 唔係我英文唔好，我英文唔好。我諗緊 ugly 係邊個啊？你揀相樣衰定係揀阿 friend？ 好，揀樣衰。我揀阿 friend。Fat or ugly？ Fat。Fat 點解 ？Fat 唔知啊。大埔雞粥正定係大埔蒸排骨飯？嚇！大埔雞粥點解啊？我爺爺間以前我爺爺有間鋪。孔劉定係周興哲？是不是好怕的？五、四、六、兩個打翻嚟，冇得咁啊！我答得好啊！日頭孔劉，夜晚周興哲。冇啊！點解夜晚周興哲嘅？係咯，因為佢對眼細睇唔到你。你唔覺得佢好有才啊？食糖兩粒，食糖食糖。哇！好漂亮。想同以下邊個合作？係 Selena 定係 Lisa？ Selena。點解嘅？因為會好多新聞。自唱雙頭。男朋友定友情？友情。點解？友情歲月。因為友情緊要，男朋友可以換，可以換，但係男友情真係㗎，哇！友情冇得換。好，子欣，男朋友定女主角？男朋友。兩樣都好想要。Fred 定 GM？ GM。你知唔知阿 Fred 啊？我哋諗都唔使諗喎。一個心酸，酸個糖啦。好 ，F Y Y 定祖兒？問我啊？頭先係盈盈同埋大歪都咁，好唔好 ？OK， 後生仔傾下偈定係肥媽煮餸？梗係肥媽煮餸啦，係咪先？仲使講嘅？食啊你！我喺肥媽煮餸嗰度就講後生仔傾下偈嘅。拍電視定拍電影？電影。身材好定性格好啊？咁我揀身材，因為我本身性格好好。定事業？事業有事業就我係講。腳趾定腳底？係揀咗腳趾啦，係 show 緊演出我啲美麗嘅腳趾出嚟，睇下幾靚啲。OK，Rosita。做是非精定係做後生仔主持？後生仔先，因為好似而家未有是非精。哎喂喂，大隻男定有錢男？佢係大隻，梗係大隻啦，係因為大隻咧係一個 discipline 嚟嘅對自己，證明嗰個人有錢嘅人冇 discipline 啊。歌手定做主持？歌手，歌手。主持。好，唱一唱俾人聽下。父親長大。F Y Y 又對我，你仲要學 F Y Y 唱歌啊？你兩個一齊唱啊！聽下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。父親。哇，仲係都係咁。簡單平靜的對你熱度推介。好，高歌仔上。Fred。
好，星碧定後生仔？後生仔，入後生仔先啊嘛。Danny 定阿 Fred？Danny 做男朋友，識得耐啲。男朋友兩個都唔係。好，如果有人在餐廳冇戴口罩，你會自己去提佢，定係叫侍應去提佢？叫侍應去提佢啦。我哋呢啲公眾人物嚟噶嘛，唔係咁好嘅。Danny 定波波？係咪？波波咯，做 best friend 喎。做 best friend 啊？咁啊 ，Danny， 咁 Danny 咯。做 girlfriend 咧？咁波波咯。Selina。Joey 定 FYY？Joey 咯，哦，啱啱揀咗我，冇咁揀翻佢啦。OK。大埔雞粥定係腸粉？係腸粉，全部都腸粉嘅。腸粉你係辣醬定甜醬？甜。甜醬，我識食嘅喎。所以男朋友定 TVB？ 而家男朋友唔喺度啊，你諗清楚。男朋友。再啲啊！做主持定拍劇啊？食糖。光頭定地中海喎？地中跟住海啦，仲有少少剩啊嘛，有得揀。係咯，我可以剃埋入邊光頭咯咁。想脱單定係 YouTube 過千萬訂閱？哇 ！YouTube 過千萬，我諗已經 forever alone 啦咁。咁慘咁，可能你好過千萬喎，過千萬你就好 lonely 噶啦喎。過咗千萬再拍拖咯。要 figure 定事業喎 ？figure 就係我嘅事業。你想要玩具定要呢啲 fans 喎 ？fans I love you。音樂定 art？ 音樂都係 art 嘅一種嚟嘅。FYY 瞓覺定食嘢？食緊糖啦，所以而家瞓覺有啲嘢而家。MMC 定 FYY？MMC 好耐冇見佢，所以有啲掛住佢。Joey 才華型定靚仔型？靚仔。因為靚仔都係一種才華，係咪？你收曬。GM 揀靚女定係有內涵嘅女仔？有內涵啦。我都是有內涵的人嚟噶嘛。想做最受歡迎女歌星定最佳節目主持？歌星又冇可能主持。要胸肌定係30cm？ 胸肌，你試下30cm肯定好恐怖嘅。成世單身定成世拍拖？成世拍拖。周柏豪定胡鴻鈞？胡鴻鈞。點解？點解咧？胡鴻鈞未結婚。未結婚。未結婚咯。姑姑定 Happy 仔？哇！我唔揀阿姑咯，臭姑你睇下畫到隻手全部損曬。Happy 仔，阿姑你要死。喂喂，口臭定臭狐啊？臭狐咯，佢噴香，哇！食咗糖添。噴香水，你口臭唔講嘢咪得咯，合埋佢。問題我唔可以唔講嘢。咁啊係，佢仲要係。郭柏賢啊 ，sorry， 呢個睇咗。唱歌定拍戲喎？拍戲，唱歌唔得。兩句，我唱 Joey 嗰個係嘛？係啊係啊係啊。苦清將。兩隻都係咁啊！兩中極搞笑啊！佢話唔識，可唔可以聽埋 Lisa？ 可唔可以聽埋 Lisa？ 但嘢。結婚定同居？結婚，結婚。朋友定係 Joey？喂，唔使揀喎，呢個梗係肯定走啦。男朋友。受歡迎女歌手定係最受歡迎女角色？哦，我想最受歡迎女角色喎。因為我做得女角色，應該首主題曲點都係我唱㗎啦啩。咁咪打孖嚟咯。可能佢演唱咧，咁慘啊！佢其實慘啦，跟住。O K 都好，因為我唱咗首歌之後就最受歡迎角色啦。係啦，好紅冇 fans 定係唔紅好多 fans 啊？唔紅點會多 fans 啊？係咯，係咪好嘢啊？我明白個紅咧，可能係人紅是非多嗰只紅。係，我好明白。係，你繼續啊。係，人紅多 fans 咯。聽唔到啊！其實食糖你答啦，人紅冇 fans 嚟嘅，你答咗啦已經。食糖，紅星帳單做結尾啦，不如。由這一分鐘開始計起，春風秋雨間，恨我對你已半年時間，慢慢的心淡。首先啊，苦情答錯先，後面起色的對你已好啦，夠啦，好啦 ，Happy Hello。